我叫徐晴，是弯弯托管中心的创始人。弯弯成立于2009年的9月1号。同志们，激动了！来，一二，走。你好。你好。帮我拿个挡那个梁，好，过去了啊。是。其实弯弯很简单，教会他们生活，让他们融入社会，这就是弯弯。这些年来，我3天2头带着弯弯的学生们参加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因为在我们看来，每一次活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康复，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，是整个社会对我们特殊群体有你们想象不到的包容度和接纳度，这才让我们得益于带着弯弯的学生，带着以弯弯学生为代表的特殊群体的青年们，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。